那我们就，哦，等一下，每次都被那个吓到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红月。那今天呢是我们的《Minecraft 原版生存》的第25集。好的，那今天呢，我想要去攻略海底遗迹。没错，那我在私底下呢，把我们这顶钻石帽帽，终于弄出了水中呼吸，花了5颗钻石吧，然后消耗了7把的金剑，就是我重置了7次啊，然后就，我不知道把水中呼吸2个钻帽合在一起会消耗掉我那么多的等级，好像是20几等吧，那。既然要去深海遗迹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带一下夜视药水，然后治疗药水这样子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然后看一下地图。我记得海底遗迹呢，好像是在地图的最底端，然后偏右边那样子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一次就是一样绕着边边过去，跟之前那一次呢走一样的路径这样。啊，现在是晚上嘛，对不对？到我那边应该就早上，看不到，下雨天看不到太阳和月亮。雨停了，那看得到月亮吗？但是今天是有，今天是什么上弦月吗？其实我不太清楚它那个月相是怎么看的。哦，我发现我应该要带风笛出来的，不死克星打。伤害守卫好像没有加成伤害，一定要功力才有。早上，看着太阳从水里浮起来，实际上应该不会发生这种状况才对。有人在底下问说呢，这个系列会拍到什么时候？我自己是预计100集啊，看100集能不能结束。那这个不是现在要考虑的，我们现在才24集而已，对不对？啊，25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发现这里，哦，这个好像果然是我之前试点调太近的关系嘛，之前看不到这里，只有看到另一座岛的样子。然后啊，我上次是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也是雪地，只是这一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小岛的样子。那边我不知道，那边好像是大陆，之后再说。有没有看到吗？那个地方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深海，这等等等，这个。我之前发现的不是这个啊！等等等等，我们再往前一点，等一下，先不要来这里，我们往前一点，给大家再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记得是在雪地再过去才发现的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之前是有多眼馋啊，还是因为之前是看到雪地太兴奋，然后忽略了这里的深海其实也有一个遗迹啊？哎，我记得不会很远哦，我们稍微找一下另一个。有没有，这里在这里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太近了吧，两个遗迹耶，啊，那我们就走比较近的这个吧，太扯了吧，啊，那这边是雪地嘛，我们就比较好做好记录啊，因为它有在岛上，我们就是记雪地的右上方，不能应该说东北方有一个海底遗迹。好的，那我们就
等一下，每次都被那个吓到。好，那我们就喝下夜市药水。我们有深海漫游，其实不用害怕，就是我们移动其实很快，而且我们的全身的装备好像也不怕被它蛇，我们超级坦。我们就稍微探索一下这边，我记得海底遗迹很大，还好我带水桶出来。那带点面包，带面包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杀掉三只远古深海守卫，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对这一个区域进行破坏什么的。这里是海绵坊，一下就找到了。那我还是记一下坐标啊，不然怕不记。之后可以直接回来这一找，这样子记一下。好的，有海绵应该会对我们之后排水作业会有很大的帮助。然后其实我已经有点迷路了，这里好乱哦。我记得深海守卫好像会在神殿，是一个么字形嘛，对不对？它好像会在么的两侧的样子。那实际上你从里面根本就看不到方向，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怎么去，应该说我根本不知道现在这里是哪里。走开！深海守卫，你在哪？找到，在这里有一只，那么就把它杀掉。先打小只的算了，去死！好多只哦。不行，这样会然后吃东西。他又不吃了。好烦哦。一直跑扛不死。有死了，让他掉一个海绵。好，那我们还有两只需要解决。还是说其实我们要出去从外面找一下比较好。我们怎么走出来了？等一下，莫名其妙就走出来了。不行啊，我对我这种方向感差的人根本就没办法。那我记得他好像是会在我们刚应该是杀掉左侧那一只啊，那另一只好像会在这里这样子。我想要从这边直接挖下去，虽然会挖很久，这样子，然后最上面再垫一个泥土。这样子，然后，虽然我们有挖掘减速啊，不过我们有效率5，应该还行啊。其实蛮快的。好的，那我们进来了。远古深海守卫在哪呢？应该要在这里的，在这里。其实我应该直接喝伤害药水，不是，就是喝力量药水，然后增加攻击力会好一点。会药水，噔，好多。等一下，喝药水，真的会死。等一下，他死掉。他这个真的超级硬的，很麻烦，打人很痛。海绵，我们拿海绵就走。等一下，直接走，不要在这里了，会死。等一下，我从哪里下来的？上面。对，哦，天哪，太恐怖了这个。挖不出去啊！
等一下，我们夜市药水没了，喝一下，喝一下，喝一下。啊，那我们已经解决两只了，第三只就是在上面这里。那我们就是比照办理这样。哦哦哦！吓到！不要这样子哦，走开！还有，刚刚还我以为一瞬间，刚刚一瞬间还我以为我是不是挖的那个中段？这只有你啦！哈哈。好的，那我们已经全部都干掉了，那挖掘减速也没了。海绵坊的坐标是892-1752，就是这一块，从这里挖下去，有没有海绵？还行吧，我们第一次的那个深海遗迹大冒险，还其实还蛮成功的，找到了海绵，然后花了一点时间就把三只深海守卫全部杀掉。我们夜市药水剩下三分钟了，在三分钟我们就要回去了。哦，在这里，到，就是这个啊，这里面好像是金砖的样子，那我们就把它回收掉，应该是八个这样，那我们就宣告，深海神殿宣告正式成功，应该是吧，我自己是觉得蛮成功的啊，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，那，我觉得还有一点时间啊，要不要就是，我把整张地图都给探索完了。